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紫，欢迎回来 Bloodspray Robot 上的海贼王啊！最近都在 PVP 啊，功德也差不多要拜完了吧？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做慈善了，也就是交易特辑，来积攒一下我的功德。好，上一次做慈善也是在上一次了。OK， 今天我们要选一个果实来做慈善。OK， 我们就用诺诺果实做慈善吧，非常热门的果实，诺诺果实，又强又帅气的果实，它的技能非常的帅，而且可以觉醒，我也可以觉醒的红果吧。目前这招超帅气，年高斩切，哇、哦，还可以看见你武装色的颜色。然后它的 V 技能，这招是更帅，可以一边打一边瞄准。那 PP 也是很强，前提是要觉醒后。今天我们就来用2400R 的永久诺诺果实来交易看看，可以获得什么果实。好的，成功购买面团，这么贵的面团，2400哦，把它放在仓库里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去找人交易吧。理想的话是可以换到四个豹啊，或者四个果仓，有四个诺也不错了，四个龙也可以。OK， 可能没有这么幸运可以换到吧，就要看我们诚意如何了。有要交易吗？哦，看起来是新手哎。1047的，那我看看，他应该是拿不出果实来。凤凰，因为我其他果实有满了。好，只有凤凰，再见。OK， 700多等的玩家，应该都没好果实。好吧，算了，感觉上二海应该换不了好果。永久诺，大混战。闪闪钻石，好吧，这是他的家产了。Nope， 只能拒绝。Come on， 让我看看你的家产。哎，直接走了。我还没看，永久诺有人要吗 ？Master Pool， 爱，让我看看，你就爱吗？算了算了，这是毒毒果实。让我看看，把你最好的端上来，又是爱，看到爱不行，怎么又是你？怎么大家都要给我爱 ？OK， 这不知道什么语言啊，大概问我要什么果实吧。走了，这个蛮的玩家，哦，750爪子，永久攻击，紫竹又是爱 ，No。太恶心了，这个1000等，那已经是诺诺果实了，哪有永久诺吗？我还没有哎。Billy， 他不想要诺诺，好吧，可能他已经有了。这个熔岩头还蛮可爱的，手术果实，这些人还在用战斗啊。不死鸟，哎，我的外形怎么变成菜鸟了？这个有什么果？品尝。那、no, 我给他个大佛好了，都是一些垃圾果实。我还减少一个，看不起我的大佛吗？四个果，不行，太辣眼睛了。哦，有一个蛮的玩家了。让我看看你最好的果实。好，第一个红果。啊你攻击什么？这个差别会不会太大？传送门。OK， 重力至少是个红果。这攻击怎么回事 ？Please。Oh my god， 攻击是在侮辱我吗？侮辱我的永久诺？那么控制哦。哦，还不错的果实，那就控制吗？不行，那大佛吗？我加一点垃圾给他，屏障，屏障有了，岩浆，那岩浆能挺好的哎，好吧，送你一个大佛好了，我还蛮亏的吧，不过大混战还挺不错了，他
他要大佛就给他大佛。这种蛮的玩家看起来不错。哦 ，YT 耶，他还是个主播。哦，龙，不错。灵魂还行，控制不太行。爪子 ，no。出现一个百万股哦，啊，听见了吗？传送门啊，还是百万股。三心两意，爪子没有了，抱歉，无法接受。哦，这有个豹哥，豹哥，豹哥坐，豹哥，豹哥坐不下来，豹哥太大了。哈哈 ，Kirito 同人龙，不错，诺诺，我毒液不太行。Hello there， 中立。哈哈，拜拜。中立不行。RIP， 那我看看 RIP 有什么。哦，又是龙。控制，好大幅。No， 再来。哇哦，先别惊讶，那我看看你有什么果，好像没有了。OK， 他没有果了，抱歉了。Left hand， 怎么又是你啊 ，Kirito？ 还有是那四个，又是重力 ，No， 我不要重力。这边非常多人交易，非常热闹。这个747等，那我看看你有什么好股。爪子，钻石，橡胶，尿尿。嗯，看来这里有点差强人意。那还是不错啊，终于见到红果了。喂，至少让我看这个豹吧，那边是挺多人的。那好像都是新手，为什么这么多的矮子？爪子，哇，屏障，橡胶，闪闪 ，no， 哈哈 ，Oh my god， 灵魂 ，OK， 不错，900等就有红果，好像是他最好的果实。还要大佛吗？他跑去打工厂了，大家都去打工厂了。只留下了一个人。那么他大佛，好吧，我可以给你大佛。然后闪闪，我钱还是不够啊。真正，真正还是有了。爱，还是有了。蜘蛛，好吧。他主要是用大佛了，但是还算不错哎，换了一个红果，换了一个灵魂果实，算我已经有永久灵魂了。为什么这不能被趴射的？太恐怖了吧！幻想也这么恐怖哎，这个人太诡异了。哦，这个东西是吧？它躯体是一个蜘蛛，蜘蛛的手，好恶心的。还要学学或响雷，好吧，送他吧，学学。那这三颗我都不想要，学学我唯一一颗，得送给他了。像我已经买了永久了 ，OK， 那一颗是我果炭捡到的唯一一颗，果炭捡了这么久还捡到一颗，那我便吃下学学。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看起来很开心，哈哈，耶！沙海应该有比较好的果实，目前一个豹都没发现到，去沙海好了。虽然沙海的人都在打架，满脑子都在打架，看起来有人在交易啊。这个豹，尼库，哦，他有永久诺了，好吧，我给不了什么。果然山海的就是有钱。OK， 永久果最多人买的应该是大佛，大佛应该最多人买永久。还有个就是本本果实吧，因为非常的方便，两个应该多数人都有。然后诺也是其中之一，非常热门的果实。OK， 这三个都是三大最热门的果实，最多人用的果实嘛。那我看看 ，Kingtro，
有演讲。哦，应该放错，是一个龙，没诚意啊！哇，把我烤了吗？这个好果吗？暗影，暗影，哦，中离，no， 爪子，又是爱，不行。Really nigga， 重力 ，no， 第一手的重力，哇，还有爱，好，算了算了，诺诺出现了。Please， 还没放完。I know， L U F， 龙，土叶，面团，哦，错的样子。OK， 那感觉还不够好，这应该是目前看见最好的吧。两个面团，一个龙，感觉上我的永久诺放不出去，直接吓跑了。还是拿着烧烧果实 ，Come on， 爆！哦，哦，只有一个爆龙，哦，灵魂，两个灵魂，嗯，这应该目前最好了，看见一个爆了，好，四个爆可能有点痴心妄想，对，果然山海才换到好果，那二海都给我什么爱，什么重力，什么屏障。OK， 最好也就是一个爆啊，然后两个魂，一个毒液，对吧？另一个是一个龙，两个诺，一个毒，这两个是目前最好的。两个爆都没出现，火仓也没出现，那看来我要留给观众了，记得留下你们 Robus ID 啊，会在留言区抽一名永久诺，一个礼拜内会抽，但是不知道是哪一天。好吧，用永久诺找四个爆果然是非常的困难。我自己也没有啊，我自己目前一颗爆都没有，所以要找四个爆非常的困难。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收看啦！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